欢迎您和我们共度好消息时间，我们看好戏，也祝福您过美好的人生。家庭要过有一个美好的人生，就不能常吵架。但是大概没有夫妻不吵架了吧，也有人讲说夫妻如果不吵架也挺无趣的哦。可是老吵架也不行啊，是这个舌头老是会被这个牙齿咬到，因为太近了嘛，太亲近了，难免会被咬到。但是天天咬也很难过啊。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面对婚姻生活当中这些冲突呢？如果偶尔有一出单元剧好冲突一下没关系，但是如果冲突之后不会处理这个冲突，使得这样的一个单元剧却变成连续剧了，天天不断的吵，那就很难过了。你们家会不会有冲突啊？冲突是单元剧还是连续剧呢？看看这一家。去拿碗筷。不必了，我不饿。你晚上连一口饭菜都没吃，怎么会不饿嘞？气都气饱了，哪来胃口啊？吃一餐饭，干嘛气这么久？我气这么久，是因为你赚钱少，我在帮你省钱，你还说风凉话。难得出去玩，吃一餐，有这么大的罪过吗？吃大餐，吃大餐要花多少钱呢？你也不想想看，我们这个家每个月啊，吃的、用的、穿的、汇钱、油钱，还有什么贷款钱，还有水电费，还有这些孩子每个月的零用钱，哪样不是钱呢？我省吃俭用，不是为这个家吗？又不是天天吃大餐，难得大家一起出去玩，我们不是有预备金吗？可以支出啊，又不是拮据到这种地步。如果像你这样子一高兴就吃大餐，花这个买这个，我们怎么样去存这个准备金啊？这个准备金是什么意思？准备金就是说非不到万不得已不去用的钱呢。唉，偶尔嘛，偶尔，坏习惯就这样偶尔养成的。这跟坏习惯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不是坏习惯是什么？你也不想想看，你每个月赚钱都不固定，哎，我都不知道你下个月能够拿多少钱回来哦。我不趁着你现在有能力赚钱，拼命省，拼命存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也不至于抠到这种程度吧？你说我抠啊？你还不抠啊？在餐厅的时候我说要那盘菜，你说不行。你要不要看菜单，那盘菜有多少钱？自从爸爸生意失败以后，爸妈就常常为了钱的事情吵个不停，有时明明和钱无关也会被硬扯上关系。这就是我们家的家庭连续剧不断上演。我要上课了。怎么不吃早餐就要去上课了？妈又没有煮。妈，这200块记得要去吃早餐啊。我知道。悠悠还没起来啊？爸，我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对啊，什么事情啊？要左转啊？
也有急用嘛。不过这个好吧，借用几天应该是没什么关系啦。好好好，好，那我们等会见。好好好。借给他几天应该是没什么关系。哎，你不是在屋里念书吗？太热啦，你也不想去。你就开冷气嘛。冷气又不冷，噪音那么大，我都静不下心。妈，我可不可以买一台新的冷气啊？现在冷气又不贵，而且也比较省电哎。你房间那台冷气用了有十多年了哈。对啊。这么热天没个冷气，的确也吃不消。这样吧，我跟你爸商量一下，给你买台新的啊。耶，妈你真好。妈是这样最疼我。就会灌米汤，给我用功读书。知道了。喂，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哎，我们帮这个慧慧跟怡君的房间里换台新冷气，好不好？爸，要分离式的那种啊！听到没有？他们要分离式的。哦，好好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哥。真的不好意思，又给你制造麻烦了啦。没，只是这事情太巧合了。啊，这个太巧合了。我跟你讲，这礼拜我真的没办法还你钱，下个礼拜看有没有办法还你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德哥，真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这又不是你的错。德哥，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来来来，好，大家都在家。爸，冷气怎么还没来安装？很热哎，你要念不下书。只过两天就来安装了啦。从我那天让你买冷气，到现在已经过四天了。你到底在哪里买的？这服务怎么这么差？我打电话去抗议。这算了吧，天气这么热，说不定他们缺少工人呢。现在都是讲究服务品质，哎，他缺少工，你就应该多叫一些工人来帮忙啊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应该要去抗议一下，哎。对啊，这样才能提升他们品质。嗯，玩游戏一秒也不能等啊。这，啊，好了，过两天我就打了。不行，现在打。这，哎，我是在大卖场买的啦。那单子呢？我来打。我放在车上了。放在车上。宁德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没买了。啊？什么？你还没有买？爸，你刚骗大家。我把钱借给阿水周转几天了。你把钱借给别人，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哈？阿水说他有急用，他下星期就还我了。你把钱借给别人，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，你知道这笔钱对我们这个家有多重要吗？哈？阿水说他有急用嘛，他下星期就还我了。那也得跟我商量啊！你知道这笔钱对我们家有多重要吗？这，你的教训还不够吗？你想想看，你那工厂怎么收的？
向你借钱的人不是也说下个月就还给你吗？结果呢？结果把我们这个家庭害得有多惨，你自己说嘛。你现在又把我们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备用金拿去周转给别人，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情来啊？阿水他不一样的啦，他会还的。阿水不一样，他有什么不一样？难道他脸上写着我不会倒债吗？自私、幼稚、没责任感。哎，这个家要不是我来帮忙赚钱，你家大家早就喝西北风了。你也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，我什么时候没有责任感了？我在外面赚的钱都拿回家了。光靠你开计程赚的那点钱呢，养得起这个家吗？啊？是我没有用，我赚的钱少，但是你也不至于践踏我的尊严嘛。我践踏你的尊严？不要吵了啦，李军他离家出走了啦。啊？我看看，自己看了。这样的家，让我好想离家出走。啊！离家出走了，李军离家出走了，那我赶快打电话。我打电话问他同学，快！好，没有看到我女儿，那你再去绕一圈吧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哎，李军，小姐，李军啊，你回来了，快坐下。哎呦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酷哦，离家出走哎。谁离家出走啊？你呀。你自己还写纸条说要离家出走的，家里吵吵闹闹的，我是很想离家出走，顺便弄勇气啊。哦，搞了半天，你刚外出，不是离家出走啊？现在那么巧，怎么读不下书嘛？我只是去附近的咖啡店读书。离家出走就是离开家出去走一走。我最早听到的是那个张建宗刘玉蒲夫妻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提到啊，很有意思，他们是牧师师母，他们就讲到说他们以前因为个性不一样，所以就会有一些很多冲突。那每一次呢，这个做太太的已经很生气了，非常非常生气了，丈夫都不知道。他有一天生气就跑出去离家出走到外面去，那时候在美国，先生在念书，外面冰天雪地，在那边绕了半天，就绕了很久，想说我一定要让他，我要让他感受到没有我存在的痛苦。结果呢，在外面绕了又绕，看看时间还不够久，他一定还没有感受到，再绕。他想说绕了这么久他应该出来找我啦，怎么都没有出来呢？哇，就只好在家的附近东绕西绕，然后就看看可不可以走近一点，离家门近一点，可不可以比较近一点的地方再来看一看，还是没有出来，再等一等。他说他都已经在那门口那晃了，晃了半天，先生还是没有反应，还是没有出来。他就很生气，说搞了这么久，怎么还不出来看呢？实在太冷了，回家吧。等他回家以后呢，门进去，推门进去，就发现书房的灯亮，他就走进书房。那个先生回过头来跟他讲说：“啊，你还没睡觉啊？根本不知道他离家出走。”哇，更生气。所以他就告诉我，什么叫离家出走呢？离家出走就是离开家到外面去走一走就好了，不要走太远，走太远是跟自己过不去。我们这个编剧把女儿离家出走也写成是出去走一走，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啊。是孩子回来了，孩子没有事，可是夫妻怎么没有事呢？有事啊。很多夫妻面对冲突，最后的解决方法都是啊，好嘛，我对不起，好嘛，我道歉。可是，其实根本不知道错在哪里，不知道我们的冲突点在哪里，所以只是有一方就说好嘛，算，我道歉哦，算我错好不好？一说这算我错，就表示你根本不觉得你错，那只是好息事宁人。但是问题不是你错还是我错，问题是找到我们的冲突到底在哪里啊。我们怎么样可以不要让这样的冲突在我们家变成连续剧？偶尔有个单元剧没有关系，一个礼拜一次，一个月一次，一年一次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但是不要天天来啊！可是怎么样让这样的冲突不变成连续剧？其实戏演完之后，这个全五行的戏演完之后，应该坐下来想一想，今天到底是吵什么？为什么会吵？其实看今天这一出戏，夫妻两个人吵架，大概最大的冲击点就是个性不一样嘛。有多少夫妻要闹离婚，就说个性不合。
个性不合就离婚，但是你怎么可能找得到有一个人跟你个性完全一样？换另外一角度上去看，如果有一个人跟你个性完全一样摆在你旁边，真的就很好吗？不一定啊。好像一部车子，它就是要有刹车跟油门嘛，它两个是不一样的，它摆在一起这个车子才完全。如果这个车子的两个踏板都是油门，这车子多可怕呀！两个油门都很像哦，两个都是冲，两个人都会冲。丈夫很喜欢开快车，太太更喜欢，所以丈夫开快车的时候，太太旁边说：“再快点，再快点，再快点，早晚出事，一定的嘛。”但是上帝就不是这样啊，所以上帝会把不同的人摆在一起，一个喜欢开快车，旁边那个人呢就像刹车一样，不时在旁边说：“慢一点啦，慢一点啦，你没看有车子啦。”让那个喜欢开快车的人不太舒服，可是却安全。车子就是这样，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婚姻里面，一个家庭里面，本来也就是这样，会不一样。所以个性合不合，个性当然不合嘛。这个做太太的凡事有计划，先生的大而化之，已经没有钱了，已经被别人倒了，钱还拿去又借给别人，气得不得了，个性不合。但是个性不合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两种态度。第一种态度是说：“我气死了，我先生怎么会这样？我气死了，我太太一天到晚念我。”或者是：“哇，我好幸运哦，像我这样个性的人还好有我太太，要不然我早出事了。”或者是：“像我这样个性的人还好我先生是那样的人，所以我们家之间有协调有配合。”你可以选择说：“我好倒霉，我怎么碰到这样一个人，跟我完全不一样，老是跟我唱反调。”或者是：“我好幸运哦，有一个人帮我踩刹车，不然我就出事了。”这一念之间是你的决定哦，你决定你要用什么样的事情来看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个性不合。你可以选择不玩了，个性不合，或者是：“哇，我要走下去，因为我这个车子有刹车有油门，一定安全。”我还是要说，这真的是一个眼光，一念之间，你怎么看？你怎么看上帝所为你安排的人生？你怎么看？他们的冲突点里面有另外一个点，就是钱。我们中国人讲说：“贫贱夫妻百事哀。”如果没有钱，钱不够用，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很实际、很现实的东西。如果没有钱，是很痛苦。所以很多人就会有这样讲法：“说我所有的不快乐。”我婚姻里面的不快乐，我夫妻相处的不快乐，我亲子间的不快乐，都是因为我们没有钱。如果我有钱就好了，如果我有钱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许多人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弄钱。前一阵子报上30亿啊，在一个法律事务所里面，人家把30亿弄走。哇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有钱就解决我的问题啊，我所有的问题是因为我穷。如果我们两个有钱，我们夫妻就不会吵架了。如果我们有钱，如果我们有钱，钱真的能够解决这么多问题吗？圣经上有一卷书叫《传道书》，写《传道书》的人是所罗门王。所罗门王被称为这个世代里面，从过去到所罗门的时代到今天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在圣经里面讲到说，他所享受的荣华富贵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他的智慧，他的宽广，他的富足，他各方面所有的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像这样一个得尽天下各样的祝福在他一生的一个人，他晚年的时候写一卷书叫做《传道书》。这卷书的主题是虚空。他到晚年的时候发现说，其实什么他都享受过，从物质而来，什么样的一些享受他都有，什么样的一些财富他都抓在手上了，但是他觉得虚空。也许你会说，那是因为他是所罗门啊，他今天什么都有了，他可以说虚空。如果所罗门皇宫门口的那个乞丐也在那里说虚空虚空，那不叫虚空，那叫吃不到葡萄没有葡萄酸，是说葡萄酸。但是人生真的要等到说我什么都尝尽了，后来觉得很虚空的时候，才来面对我的人生。钱真的很重要，我也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规划自己金钱的一些用度。但
但是钱不是解决所有问题。我小的时候看过一对夫妻，他们每一天晚上，那个做先生的是一个长工，回到家里面来的时候，那个太太就做一碗泡饭，只是一个白饭，用开水泡饭，大概加一点酱瓜还是什么，然后他们两个就坐在一起吃。我小时候觉得开始羡慕人家结婚，是从这对很贫穷的夫妻。我每一个晚上看到他们在一起吃饭都好羡慕，他们都很晚很晚才吃，不过就是一碗，然后就看他们两个人坐在一起谈话聊天，互相之间那个眼神。这世上有很多东西是钱换不来的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婚姻已经搞得一团糟，不管是因为个性，不管是因为价值观，不管是因为钱，我的婚姻搞得一团糟，你要不要试试看来到耶稣面前？经验他知道你的问题，他知道你没有流出来的眼泪，他知道你的痛苦，让他帮助你。你需要主，不是别人需要主，你需要耶稣。最大的不快乐就是如果每天回到家还要天天面对永无止境的冲突，不管你外面的事业做得再好，如果回到家没有一个和乐幸福的家，是一个极深的悲哀。如果这是你现在的困难，耶稣知道你背后人看不见，别人看到的你可能是你的事业的成功，你外面的那些表现，但是只有你知道，在那个背后，在你的家里面，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，门关起来的时候，里面那种冷漠和伤心。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成为你生命里面最大的帮助，因为他看见你，他看见你的眼泪，他能够帮助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吗？主耶稣，今天要特别为许多在婚姻里面有难处、有困难、有眼泪、有伤害的人来祷告。主耶稣，因为我真的相信，在你里面有一个完全的医治。主啊，许多的人把婚姻已经搞得一团糟了，也许是因为个性，也许是因为许多的小的一些争吵累积起来的一些大的愤怒，也许是一个绝望，觉得我已经对这个婚姻不抱希望。但是其实里面那个痛是深沉的，主啊，我相信你知道他们的痛，我相信你看见他们的眼泪，我更相信你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。我为他们祷告，帮助他们里面有一个诚实，来到你面前的诚实。主啊，也许他们在人面前可以演戏，可以伪装，到你的面前，我求你帮助他们可以诚实来到你的面前，以至于他们经验你真实成为他们的帮助。主啊，我相信你能的，我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
求你帮助许多绝望的婚姻因你重新有盼望，那个连续剧争吵吵架的连续剧因为你有完结篇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我看见非常非常多的婚姻因为耶稣基督重新有盼望。如果你期待，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陪你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上帝祝福你还有你的家。人们是